龙山寺点灯，人潮挤爆，发千张号码牌。有拿到牌子的往前走哦。台北艋舺龙山寺昨天清晨六点发放1300张点灯号码牌，拿到号码牌的民众个个像拿到宝一样，因为这可得来不易。龙山寺的点灯每年都吸引大批排队人潮，过去还有人在排队时大打出手，周围人行道被排队人潮挤爆。昨天只有因插队引发小小的口角冲突，现场秩序还不错。谁在排的，你应该知道啊。你给我呀，对呀，我现在都在郑小姐，是银行的，都是郑小姐了。郑小姐怎么没红呢？郑小姐又来了。对呀，郑小姐是白呀没红。对呀，你哪里傻的呀？对呀，他就一直推往前推往前推，我这个很少来了，而且动线已经没有号码牌了，这不是损失太大。四方表示，今年可点灯的数量相当充足，民众可以晚几天再来报名，不用急着来排队。董新闻台北报道。